今年父亲节在家聚餐，大啖美食的同时，也需要饮料的陪衬。吃大餐的时候，顺顺的拿出你精心挑选好的茶叶，送给最亲爱的父亲大人。送饮料也送健康，饭后正好可以打开来全家一起饮用，坐下来喝茶聊聊天，小小的心意可以为你带来更浓厚的幸福感。你在官方的网络平台上挑选的茶叶，单笔金额如果满699，另外还会赠送价值199的原片黄金乌龙茶一袋，一袋里面有12入，每一包里面都是定量的原片颗粒，茶香醇厚浓郁，带有熟果香、焦糖香，不涩口，加上高品质的站立式牛皮纸袋，要一起送给爸爸也很有质感哦。还有另外一个机会，有机会获得价值1288元的限定大礼包。这个大礼包里面会包含至少10款以上的独立包装袋茶，你将可以喝到各种特色茶，像是摩德冷泡茶系列的桂花乌龙、鲜绿茶，或是锡兰红茶、包种绿茶、油切黑乌龙茶、断油茶等等。我们会随机搭配60包给你。而这个超值组合包不需要花你任何一毛钱，只需要在8月10号之前按赞粉丝团，在活动贴文下方一位你想祝福的对象，并写下你的祝福，再公开分享活动贴文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拥有了价值1288元超值礼包的抽奖门票喽！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参加抽奖啦！